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SNH48 Team H2 头号新闻公演。在观看演出的同时，请注意以下事项：一，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，凭票依次入场，对号入座；二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横幅、标语、旗帜、条幅等，或超过50×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，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。三，请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、摄像、录音等行为，请将您的手机等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。四，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，场内严禁吸烟、踩踏座椅，不得翻越隔离措施。在观看演出期间，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。五，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，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，并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。以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大家耐心等待。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SNH48 Team H2 头号新闻公演。在观看演出的同时，请注意以下事项：一，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，凭票依次入场，对号入座；二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横幅、标语、旗帜、条幅等超过50×50厘米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，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。三，请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、摄像、录音等行为，请将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。四，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，场内严禁吸烟、踩踏座椅，不得翻越隔离措施。在观看演出期间，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。五，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，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，并有权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。以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耐心等待。我是 SNH48 Team H2 的飞行员。Are you ready?
Thank you.
们是 SNH48 Team H2。今天我们的 MC 话题是祝飞禽生日快乐，给飞禽的生日祝福。那么就从宋雨珊开始吧。不管晴天雨天都要带上雨伞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H2 的宋雨珊，谢谢。耶、yeah! ！宋雨珊，谢谢。首先祝飞人没了。首先祝飞禽十八岁生日快乐，就是欢迎他来到成年人的世界，然后希望他越来越好，然后剩下的就在生日环节吧，就这样，谢谢。耶、yeah! 郑云、椭云、半云还有洪佩云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2 的一片云洪佩云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!谢谢妈妈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飞璇的生日祝福，祝你红红火火，身体健康，然后祝你在成人世界活得更精彩。你看，什么意思？不是，就是嗯。住了四年了也没啥好住了，就越来越好吧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你。耶、Hello 大家好，我是酷酷苗，请大家跟我一说酷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安，感谢大家来看飞禽的生日公演。耶、你好骚啊！对，然后谢谢。然后关于飞禽园呢，我觉得就是他是从他那个叉兔的首演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长得就特别笑起来，就是那种很正能量的那种小女孩，然后一眼就看上了他，然后觉得他就是笑容很有感染力，然后当时我觉得他就是。和张欣就是给我的感觉有一点像，就是笑起来的时候是那种感觉像花都开了那样的感觉，然后也希望他就是成人了嘛，然后能够越来越好，然后身材越来越好，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正猪蹄左猪蹄半猪蹄，哎呦，因为毕竟我听他 catchphrase 听了从出道到现在蛮有感觉的。对，好，谢谢大家。耶、yeah. yeah. ！江苏弟，谢谢。然后给飞禽园的生日祝福。怎么说呢？我觉得他真的是从出道到现在一直都非常好看。然后现在又瘦了，然后就360度无死角。然后他的舞蹈也一直在进步嘛，虽然之前也有很多经典的动图啥什么的。然后唱歌的话，对，然后就祝飞璇生日快乐。然后十八岁的这个日子也不太好过，对，对，反正但是也有好处，就比如说什么可以买车买房啊，对，你什么支付宝什么，对对对，打车软件都可以用，余额宝了，我太开心了，真的真的，对，然后还有打游戏可以没有时间限制，都挺好的，对，然后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，耶、正龟、妥龟、半龟，还有小乌龟，大家好，我是 Team H2 的徐涵，大家可以叫我龟龟，谢谢大家来看。圆圆的生日公演，耶、yeah. ！小乌龟，谢谢。然后关于圆圆的生日祝福，就是我要声明一点，就是我对于眼睛圆圆，然后长得很娃娃脸的女孩子，就是完全没有抵抗力。然后，就是看到就是啊，天哪，怎么这么可爱，好像洋娃娃一样，就是我对那种娃娃脸的女孩子。你说的不就是自己？
吗？说的是你了。啊，谢谢。然后就是觉得他怎么长可以长得这么可爱，然后就是也希望圆圆在成人的世界越来越成人，变成一个成功的人，好吗？生日快乐，谢谢。那么请接下来的小伙伴 MC 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 的江山，感谢大家来看飞泉的生日公演，谢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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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山。谢谢。然后要说给飞泉的生日祝福嘛，就希望他十八岁了，然后新的一岁可以，然后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。然后身体健康很重要，然后就希望新的一年有更多的人然后陪伴他支持他喜欢他，就是这样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H2 的郭爽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飞行员前辈的生日公演。谢谢然后对圆圆前辈的生日祝福，然后祝十八岁的你想要的都能得到，然后得不到的都释怀，对，然后要天天开心，对，谢谢。对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2 的沈梦瑶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飞行员的生日公演。谢谢妈妈们，谢谢。然后我其实有给飞行员写信，然后大部分的祝福的话，我打算放在生日环节说。那大 MC 的话，就祝他今天生日公演能够顺顺利利，也祝大家今天能够开心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2 的郝金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飞泉前辈的生日公演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然后对飞泉前辈生日祝福就是希望他以后可以笑的，就是因为已经笑得很甜很治愈了，然后希望以后就是笑得更甜更治愈，然后越来越可爱，然后越来越怎么说呢，是不是所有的一切都往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去发展，然后希望他以后成名之路越走越顺畅，好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在想我的 catchphrase 要怎么改，我想想，正 Luna 左 Luna 半 Luna 很奇怪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2 的林楠，大家可以叫我 Luna。 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圆圆的生日公演。谢谢。说到飞行员嘛，其实我跟这个小朋友其实算玩的比较少的吧，因为是吗？对，因为我是怎么讲，就是姐姐吧，然后就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，就是因为你是组阁第一次组阁完以后第一，怎么了？脑壳疼吗？没有，我看到就是、我错了，今天的发型不是特别好看。好看，挺好看的。我刚才被一轮吹下来都有点那啥。挺好看的，就是我记得就是你应该是，因为我印象还蛮深刻的，你应该是就是我们第一次组阁完的之后第一个过生日公演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我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问你说想要什么愿望，然后你说你想要漂亮姐姐的亲亲、啊、我说祝你，那是我是开玩笑的，我就祝你梦想成真。不用了吧，我今年长大了，我不需要这个。对，然后今年嘛，我妈在上面啊。对，今年我就祝你事业有成吧。啊，谢谢你。对，然后快点长高。好。然后我想想，怪不得你刚才要我站你旁边。因为不是，他就一定要我站到旁边。因为就是生日祝福嘛，就是如果本人不在场的话，就会有点怪怪的。那么
长大一岁就祝你怎么讲进入成人世界，请尽情的享受十八岁的支付宝。好的，就这样，谢谢。正圆、椭圆、半圆，还有费庆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H2 的费庆元，谢谢大家来看我的生日公演，谢谢大家。耶！费庆元。谢谢，关于给自己的生日祝福，就是首先是希望自己身体健康，然后万事如意嘛，然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心愿，然后是在这一天嘛，其实我觉得最应该，哎呀，我一会儿再说吧，我现在说了感觉特别不正式，我一会儿跟你们说吧。然后就是谢谢妈妈把我生出来，谢谢，然后谢谢你们可以一直陪伴我，就这样，一会儿祝我生日公演顺利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H的袁一琪，欢迎大家来看费泉的生日公演。耶、谢谢。然后给飞璇的生日祝福，飞璇你要好好听着我给你的生日祝福。然后对，然后以前看过一张动图，就是你劈西瓜啊、哦、对，然后呢看我这么著名的动图，对对对，然后还看过一张动图，我以为是那个跳舞的动图。不，还看过一张动图，就是你扎现在这个发型，然后感觉就是真的在长大，嗯，然后呢越变越好看了，谢谢你。然后呢也希望你就是十八岁成年人的世界好好探索，千万不要用花呗，对，然后就是这样，谢谢。耶、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H2 戚雨茹，谢谢大家今天来看费泉生日公演。耶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给费泉生日祝福。就很难想象你居然才十八岁哦。我长得不像吗？不，你说实话啊，不是才十八，就是你都十八了，这种意思。就像那种十四五岁，说真的。但是其实我也给你写了信，现在，现在不说那么多了吧。对，那一会儿就还是祝你，祝你对，希望你在成人世界还是活得像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，好吧？谢谢你，谢谢大家。耶、那就请下一组小伙伴讲 MC 吧。耶、飞泉带我走，飞泉带我走，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H2 的盼盼陈盼，感谢大家在今天下午来看飞泉前辈的生日公演，谢谢大家。耶、谢谢，谢谢。然后对费庆元前辈的生日祝福的话，就是刚开始就是来到中心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因为都要叫前辈好嘛，就碰到前辈，然后我记得就是每次就是叫费庆元前辈的时候，然后他就会就是看你，然后对你说你好，就是那种就感觉很友好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就祝费庆元前辈天天开心，然后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H2 的王倩甜甜，谢谢大家来看圆圆前辈的生日公演。耶、谢谢。甜甜。谢谢。甜甜。谢谢。圆圆前辈，之前一直都是在屏幕里面看他嘛，然后后面第一次有接触的时候是去上表演课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时候听他自我介绍说以前是一个练射箭的运动员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怎么长这么可爱，然后还会那么大的本事。后面就是接触就是在跳那个炸弹人了，每次在后台的时候他都会照镜子嘛，然后看他就特别可爱，但是他经常会看他的发型说啊今天发型怎么这么不好看，我觉得他已经就真的非常可爱了，然后希望他新的一年越来越可爱，然后越来越开心，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耶、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NH48TMH2 的王毅，谢谢大家在今天的下午来看飞行员的生日公演，谢谢。耶！再见，王毅。谢谢。王毅。谢谢谢谢。谢谢。然后给飞行员生日祝福的话，那就是先祝他生日快乐。然后飞行员呢实在是太可爱了。然后呢，后面的话我就信你再说吧。你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TMH2 的千千吕倩，欢迎大家来看飞行员前辈的生日公演，谢谢大家。耶。谢谢。就是刚刚在后台的时候嘛，我有问过就是前辈说你想要什么愿望，然后他说身体健康就可以，就是大概最近就是队里面都是什么生病的人比较多，但在这里先祝他生日快乐，然后再祝他身体健康，然后希望他等一下不要紧张，生日环节的话可以顺利继续进行，顺利进行，然后希望他越来越好，谢谢大家。耶、看，今天又是个舒服的晴天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TMH2 的林诗晴，谢谢大家来看飞行员前辈的生日公演。耶、三栋林诗晴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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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呢，对飞行员前辈的生日祝福，首先就是觉得他特别的可爱，然后就感觉他那一挂完全就是我喜欢的菜。然后呢，然后我记得你喜欢的人好多、哎呀，你不要打岔嘛，反正你好的，反正你不是我喜欢的菜。我知道，你说。然后呢，我记得他之前以为我比他小来着，他生日的时候还说他要在成人世界等我，我都想我都混熟了，你还等我干嘛？然后，所以我会带他好好在成人世界玩耍的。然后呢，然后祝他天天开心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耶、接下来请欣赏精彩的 UNIT 吧。
轻盈的动作像礼物，在夜色下你的追逐，回望的笑容很酷。 Kiss kiss me 也无法掩盖我的美，想要知道我是谁继续追，别说来给你机会。 Ki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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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留下的香味会是谁，这是我智慧的魔法。目的是为演员按摩，我化身上你的制服，迷惑你对我的关注，用眼睛盖住干枯。 Kiss kiss me 也无法掩盖我的美，想要知道我是谁继续追，别说来给你机会。 Ki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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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留下的香味会是谁，这是我智慧的魔法。
说谁在做孽，谁在做谁的过夜。穿过去，
听。我看太多不开心，都因为无你担心，来学我把一切都摘开。家的文章。
朝阳，高傲抬着头，不需要谁来原谅。走吧，用心全力去闯，读上我的文章，越痛苦也要笑得更夸张。我再也不会迷茫，因为有你们在身旁。狂不好，让我们永远骄傲的大步向前方。
别拉扯，时间着急的冲刷着，剩下了什么？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，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，纵然似梦啊，半醒着，笑着哭着都快活。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，晴时有风，阴有时雨，争不过朝夕，又念着往昔，偷走了青丝，却留住一个你。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，别怪我贪心，只是不愿醒，因为你，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一眼风景。感谢你给我的光荣，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，因为付出声雷动，心潮翻涌，这是开始，不是最终。当你为了我把手掌拍空，我该拿什么回报你？深深的鞠躬，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。感谢你给我的光荣，这个少年曾经多普通，是你让我把梦做到最巅峰。
嘉宾说他吹蜡烛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.谁先呢？我刚商量了一下，我决定我先。这是我的密码刚一直没输对。祝幼稚园里面最可爱的小朋友费清源生日快乐，谢谢，恭喜你成年啦，也恭喜你打开了你的余额宝之路。对，作为一个已经在成年世界里的人待了两年多的时间，我想告诉你，未来会是丰富多彩的，你也一定会吸引越来越多和你同样可爱的人陪着你。然后我发现我每次过一个时间段接触你，你都要比上一个阶段还要优秀，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份信其实没什么可写的，因为我觉得自尊、自律、自强，这仿佛是贴在教室黑板上的箴言，我在你身上都能看到。希望未来的你在你自己的努力下，粉丝的支持下，越来越自信，也越来越强大。我觉得这句话也一定能成为事实。保持可爱，保持你现在的每一丝情绪，因为你是费庆源，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费庆源，不管到哪儿你都会发光哦。偶尔难过想要逃避一会儿的话，那就来336吧，我们都在，喜欢你的人们都在，大胆继续向前冲吧。Yeah. 哇，听了瑶瑶的信我好自卑啊，我觉得我写的好烂，我全是口水话。嗯，其实他们一直在就是在问我们，就是互相问嘛，有没有写好给费庆源的信。但其实我就问你们，难道心里没有一句话想对费庆源说吗？其实都有，就是因为太多了 不会表达而已。对，下一个谁想来表达一下？我太自卑了，你们俩，我太自卑了，不行，我要找一下平衡点。在那就王毅吧。王毅，对，这可以。那好吧，我本来以为我是最后一个的。怎么感觉跟考试一样？我这个让宋云山压轴吧。啊，我好紧张啊！等会儿。我也紧张。我开始了。别紧张啊，加油。记得认识你的时候是刚在是在刚入团的一个通告。当时你说了几句话，我觉得好可爱，就默默关注了你。后来很有缘，成了队友，还一起加入了336。你说了什么？我忘了。然后不要打断我，其实还挺开心的。不好意思、啊。说说你
你这个人吧，感觉你有很多特点，很幽默，很懂事，很乐观，还很成熟。作为同龄人，我觉得比你幼稚的多。前几天陪你去迪士尼，一起过了18岁。虽然说是你的生日，但是感觉你却陪我们玩了许多项目，比如说6次小矿车。然后说实话都有点不好意思，本来想订好的蛋糕想给你一个惊喜，但是也被我搞砸了。然后没有啦，其实还是很感动的，就是还蛮惊喜的。是吗？对，真的。然后我读到哪了？搞砸了。对，希望就记得这个。希望你不会觉得过了一个很粗糙的生日。没有没有，然后你说要成年了，感觉你有很多担忧的地方，但总要长大的嘛，对吧？然后成年是人生的起点。说到18岁，不对，都说18岁一朵花，是它绽放最娇艳的时候。未来也许有惊涛骇浪，但不要畏惧。百度的吗？没有，是我自己写的。怎么了？你是百度的？没有，我没有百度。努力克服，希望你要像花朵一样散发自己的自信和才能呀。最后说一句，算了，这句不说了。好，吊胃口啊，说吧。这个是百度的，不敢说呀。没有。哎呀，他说飞行员真的好可爱。啊！谢谢你也是。啊，那该我了。太官方了。对，太官方，我现在都有点自愧不如了。我可不官方了。哎，不行了不行了，那就因为开头是 Dear 小费，就是我真的很不擅长写成员信这种东西，因为反正小时候的那种作文分什么语文成绩都特别的差，然后我的理科比较成绩好一点，然后这种文采的真的，然后反正我就不搞那种花里胡哨，我就说说主题吧。反正刚来 H 的时候，我就是觉得跟你属于八竿子打不着边的关系，就是感觉永远不会有接触的样子。哎，说实话，我觉得我刚来，我觉得跟谁我都不会有接触，但是后面总是，哎，上天这种东西谁说得准呢？也不知道怎么机缘巧合促成了我们这段友谊。然后刚开始嘛，我只是在远远的观望你，但是。对吧？然后就觉得你这个人就是很甜，就是浑身散发着冰糖葫芦的气息，就是超，就是很可爱。然后，但是这个都是我认识你之前的事了，认识就是只是在我看你，然后后面认识了之后呢，就觉得我们两个铁如亲兄弟，就没有糖葫芦了，我们现在两坨铁。然后，哎，我在说什么？然后后面又认识了，又深一层啊，就是觉得你就是在我认识这么多女孩子里面啊，你是第一个心理年龄比生理年龄差的最大的一个。其实我的心理年龄只有3岁。不，生理年龄3岁啊，心理30岁。没有30岁是不是有点过分？30有点过分了。对，然后就是就是对吧，12岁的外表底下隐藏了22也老了。没有，对，就差不多这个的灵魂。然后虽然就看起来呢是个优点吧，但是呢某些方面来说还是希望你能更像个小孩呀，因为这样其实也有一点点，你们懂吧？他有的时候还是挺小孩的。是吗？我没有见过，对吧？因为你毕竟才刚成年啊。妈妈们希望你不要那么快长大。对，我希望你现在18岁，然后明年还是18岁，后年还是18岁，等你生理年龄都40岁，你还是18岁的心，对吧？但是这一篇可能是弱智，40了还对小脑发育不全了，就是可能就是这一篇文章有一点点。就是虚假姐妹情，但是又有真情实感的感觉。但是不是说我们关系虚假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两个吧，就是说关系不铁，但是又觉得挺铁的。然后呢，说我们有很亲密呢，但是好像又有一点点的距离感，对吧？然后什么表情啊你，小梦瑶，你们，但是这不重要，好笑，但是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呢，就我们有这个缘分。我们有了这个缘分认识，那我们就是幸运的。
那希望我们可以抓住这一丝缘，一直一起往前走。哎、哦、啊，好，哎呦，谢谢你，我们行，我们行，快，宋雨珊救场，加油，救场。宋雨珊扫描了一下他的这个，哎，不用说了，不用说了，哎呀，真的是。啊，我开始了啊，等一下啊，然后打开我的备忘录。嗯哼。哇，你手写的？啊，对。哇。你为什么不直接拿稿子过来？因为拿稿子纸会皱啊。拿稿子有点像那种表彰大会。现在是3月23日的晚上，我终于要开始给你写信了。写信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因为不得不开始回忆起以前，会触发很多情绪，所以一直以来也没正经给你写过一封信。但这次还是决定跨出这一步。在写信之前，我还在回忆，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呢？什么时候真正熟起来成为好朋友的呢？实在是有点久，只能说大概是分上海北广队以后吧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一次表演课上，老师让大家介绍自己，结果到我，大家起哄让我唱歌，然后你就来找我了。当时你说你唱歌好好听，当时我俩的性格好像跟现在正好反了一下。我记得有一次学剧场女神的时候，你有一个动作，怎么也熬不过来，结果被马老师骂了。我感觉当时的空气都凝固了，但你只是认真地看着马老师，认真地学动作。中途休息，大家可以回房间喝水，喝口水什么的。我跟你一起回了你房间，房间只有厕所开了灯，厕所门虚掩着，所以房间只有一点点光亮。进了房间，关上门，坐到床上，你突然，好有画面感。你突然，你是写小说的吧？我都进去了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当时我确实那个画面，我眼泪差点要跳下来了。你们干什么呀？坐到床上，你突然捂着脸哭了起来，哭声却很小。我当时一惊，原来你是一直忍着没哭。快抱抱，快抱抱，宋雨珊，快抱抱。我给你拿了纸，感觉也不好说什么，直到你平静下来，我才问你怎么做到的。像我完全不分场合也憋不住哭。你说我会在公共场合忍住的。好打脸啊，姐。那时候你才14岁。当时我觉得你很厉害，因为可以管理情绪真的是一件很厉害的事。还有一件事我觉得挺好玩的，就是有一次我和陈科闹了点别扭，大晚上的动静有点大，所以你就知道了，然后在房间默默流泪。后来我问你哭啥，你说你们是好朋友，不应该这样。好正义啊。然后第二天还发了个朋友圈，什么把阳光都照进心里吧。原来你也有非主流的。然后配的图是他当时养的一个什么小，对，小花，感觉真的是。对啊，有的事情我还记得了，但大部分都忘了。真的是挺可爱的。我们俩也互相不理过几次，但一般是我，毕竟当时太年轻，也只会冷处理，一出现矛盾我就不理人。最后一次出现矛盾然后和解也快有2年前了吧。我们一起出去吃了饭，一路上又熟悉又陌生，聊天的时候又好像跟以前没有什么区别，有点奇怪的感觉。回来的路上又说起关于朋友这个话题，你好像有一种不知道是不是还能相信我的感觉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。我只记得那天月亮特别圆。那天真的是月亮很圆，就是。所以你兼职是个诗人吗？不是啊，我就是我会想起来那些场景，然后，快到中心了，又在中心外绕了一会儿才进去。我觉得你还是选择了相信我，
哎，我后面一句你们要欧了，但是我真的是这么觉得，我觉得那天晚上风好像格外温柔一些。但是真的就是哎呀，就是我的文笔就是这种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的文笔就是这样。然后现在的你好像已经比那个时候成熟了不少，内心肯定也比那时候强大了很多啊。原来你已经18岁了，时间真的好快。虽然感叹时间挺俗套的，但又是真的挺值得感叹的。在我心目中，你是一个可靠、强大又可爱的女孩子，是元气偶像，也是一个值得珍惜的朋友。希望成年后的你能看到更美好的风景，能被世界温柔以待。两个敏感的小孩，其实我觉得你们俩有些方面还挺像的。我俩哦，真的不是说外表，就是说内心，内心里面有一点点像，对吧？嗯，果然压轴王就是压轴王。了不起了不起。那我也讲两句吧，我也讲两句给粉丝的话吧。首先就是我觉得特别的就是不好意思大家，就是虽然说那个就是可能是准备的时间不够充足吧，所以导致今天的表演就没有很达到就是我心目中的想象。对，时间太赶了，他那舞蹈老师老婆还生孩子去了。但是也很棒了，也很棒。我要出发之前他给我打电话，他说小袁我老婆生孩子了。我说那祝你母子平安。你那个你那个舞是男老师教啊？对，是的。然后后来又换了好几个老师，然后每一次换老师就换一遍动作，就是这样子，反正就是相当的一波三折了，然后就没有非常不好意思大家。然后就说一些话吧。首先是非常感谢大家可以来到我的生日公演，谢谢你们。然后也谢谢可以在屏幕前看我的朋友们，你们好。然后我本来以为吧，这个生日公演怎么的也得延期到4月5月吧，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，然后一下子有点猝不及防的，所以准备的比较仓促，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见谅。然后如果之后我可能有机会的话，把我在那个排练的时候拍的视频到时候发出来再给你们看一看，就是以表我的歉意。然后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吧，就比较担心，就比较恐惧我的生日，因为总觉得好像长大一岁要承担的责任会更多，然后受到的那个就是抨击会更多，然后就会比较害怕过生日吧。然后也是过生日的时候可能一直就没有什么特别美好的回忆，然后但今年我觉得过得很开心。然后过去的这几年呢也过得比较的跌宕起伏，就觉得可能是自己不够成熟或者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走了很多哎呀，我觉得我都根本没有以前坚强。脆弱挺好的，适当脆弱也是好的，不要老是那样子。然后就走了很多弯路嘛，然后就也希望自己可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变得更成熟，然后不要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。加油。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我也迷茫过一段时间，就不知道要怎么面对我的粉丝啊之类的。然后总之反正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我就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，毕竟是个成年人了，然后都会对自己的所有行为就是会严加管教自己的。对，是这样。
然后把我在这个 SNH48 也度过了我最青春然后最富有生命力的年纪，所以说也是说不后悔，就是从来没有说要后悔过来到 SNH48， 因为感觉这里也是我慢慢成长起来的地方嘛，所以也是特别的怎么说呢，感谢 SNH48 的，然后可以把我一步一步的让我长大成人，对，所以也不会，就是也非常感谢大家可以一直陪我到现在，或者说是刚入坑的或者是将来要入坑的粉丝，就是总之就是很感谢你们，然后也非常感谢从去年就是一些事情之后也可以依旧陪伴着我的人，就非常谢谢你们，就是在我最需要你们的时候可以陪着我，当然接下来的日子里也是非常需要大家的。所以说我是绝对不会被轻易打倒或者说我要放弃做什么什么事情的。那么去年我有三个愿望实现了两个，然后今年的话我只有一个愿望，我的愿望就是可以重新来过。然后也感谢一路陪我走过来的粉丝，还有将来可以陪伴我的粉丝，然后也非常感谢公司，还有感谢我的父母，然后谢谢那些可以一直帮助到我的，包括我们的觅食记啊、万载码头这些，然后谢谢你们可以一直找我，对，然后这个生日有你们反正很开心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说完了，那大家欣赏精彩的公演。还有最后一个最响亮的祝福，祝费清源生日快乐，谢谢大家，请继续欣赏十六人曲吧。总是惊讶我的梦，别怪伦敦三月的风，鲜红血红猩红藏在最亲密的口舌之中，一般用人心就骚动，心像裂缝，就像火种点燃惶恐，表演着关心你的面容，掩饰不留痕的刀锋，所有的
怪解释出手太重，鲜红血红猩红藏在最亲密的口舌之中，怪当时何必再相逢。你离开后我会哭到双眼红肿。谁是常大王？生日快乐，谢谢。耶！我也要生日祝福，祝邵小黎说的都是对的，生日快乐。耶！耶！还有吗？没啦，那我们开 MC 吧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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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
事点评。啊啊！这不是。亲爱的你，将成员的照片遮住一部分，猜这个成员是谁回答错误？叫对方姐姐。叫姐姐，这个惩罚姐姐真没意思。怎么了？年纪大怎么了？叫。我输了，来吧，我们开始吧。嗯，来吧。挑，等一下，我们先。蒋舒婷啊，不是 Luna 吗？啊，我谁长这样？这一看就是蒋舒婷啊。可是。因为眼睛圆圆的、大大的、嘴漂亮，这不是旺仔小馒头吗？哦，好像那个旺旺的那个旺旺，这是那个 dog 的表情吗？对，我等一下，我们要不一个一个猜吧，不然怎么输呢？对吧？就你猜什么都不能输。那这个我们先公布答案吧。找什么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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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哎，当当当当当当当。他不会剪裁之后没有原图了吧？能给，可能是。他说没有想到你们要这么。啊，蒋舒婷，这就是蒋舒婷，对。能给生活加点调味剂，放点音乐吗？这是在线安利现场。好，那从什么要开始啊？好，这还蛮性感的小猪蹄。关心我的。啊，这怎么看？这猪，露娜，这个我知道。对，不是露娜吗？算了，看你了解我在线求恐怖色号。你们，你猜是我？看这头发，应该是露娜吧？陈盼，你觉得？确定了吗？确定了吗？我知道，虽然这张照片只占了照片的七分之三，但我还是这个应该不是我，不是你吗？那就很尴尬了。这个应该是，这是我们台上的人。可是他输了，叫谁姐姐呢？我怎么觉得这个像沈梦瑶呢？叫我们？我本人吗？所有吗？不是你吗？是你吧？是你吗？啊，是飞行员吗？是你吧？是我啊，性感嘴唇。真的？啊，是飞行员。那就飞行员吧。是你吗？因为你好像也不太敢动发色。什么呀？你确定哪个猜哪个人了吗？猜出来吗？我猜是露娜。那公布一下答案是不是林丹吗？啊，是陈盼吗？一，又没有原图了。有。啊。姐，我错了，杨姐，好像哦，哇，漂亮，美女都长得一模一样了，啊，多大仇的一个，这在吃什么？吃烤鸭吗？吃鸡？小四，啊，请大家张嘴，这个太难猜了，你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台上每个人的牙齿，对，你们都摆一下这个状态，我又猜到了，是你吗？不一定是我们这组的，真的很难哎。这大板牙，我的天！这个很好猜啊！谁？你们都小四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个是那个他小四演电视剧吗？小黑吗？哦，是那个他在吃东西的时候。答对！你们这啊，所以我这一题算我答对了吗？不算，不算。啊，这个是不是就是专门没有想到以这种方式参加了这场公演？盼盼来一个，哇，这是谁？哎，这是雷叔，好难，感觉还是这个发型，这个发型真的林淑琴啊，我觉得不是很像，应该像。快，盼盼猜 ，sorry， 给你三秒钟，确定答案。我猜林淑琴，你猜吗？林淑琴，对，我猜林。来公布答案吧。这哪里像有他这么厚的刘海吗？感觉像，我觉得有点像哎，是不是？这是他，这是，这是，哎呀天哪，原图我也认不出来。这是林淑婷吧？林淑婷，这是吗？这是他吗？是不是啊？真的是林淑婷，哇，好大的耳朵啊！下面说是戴萌，林淑婷，谁说是戴萌？林淑琴吧，其实会长的。原来林淑琴长这样。林淑琴，林淑琴，你出来看一下，是不是你的照片？是林淑琴吗？真的像哎。好啦，是吧？对。又输了一个。放一点正脸的照片吧。下一位，正脸的比较。下一位，美女都有太多相同之处。下一位，好，该谁猜了？该你吗？嗯。该你猜完了是吧？我猜完，他们还没猜。我知这个我知道，但我也知道是谁。不是，这又是谁？你要不你刚才没猜完，你继续交给你。这个妖娆的发色，性感的嘴唇，不要提醒吗？唇红齿白，这是
快三二一，说。啊，不是他猜吗？啊，是你猜。三二，你不是猜了两轮了吗？盼盼，我猜不出来呀、啊，我猜。那你就输了呀，那你就输了。好，我认识我们姐姐。甜甜猜，她手好漂亮，是谁？啊，她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是谁了。应该发生的部分比较，为什么这个照片总是放的偷偷摸摸？偷偷摸摸，所以看算谁的？悄咪咪看一眼。我刚才看到了江山，是江山吗？啊、对，是江山。感觉像山宝。哎，那里还有一个隐藏项目，那是谁啊？那是谁？这个隐藏任务你们猜一下是谁？哎，我猜到了，这个是谁？这个猜一下是谁？天哪，这高糊的照片，我这个难度有点太高了吧？那个头。就但这个头蛮圆的，为什么我们控台老是要放他们拍的照片，像炫耀自己拍照技术很好吗？那倒不行，首先得说旁边那个人有齐刘海。好，下一张。这啊，真的啊，这算什么？给我一个脸好吗？这个有点过分了。这个猜什么？这个猜得出来，我也叫他姐姐。是谁啊？哦，就是这个圆圆的眼睛，太清楚了。这眼珠子也太大了吧，我的天哪。该谁了？该谁了？甜甜你猜。甜甜倒计时啊，三二一。哇，你是第一个赢的。啊，什么啊？啊，天哪，这是谁？露娜啊，我都没有看出来啊。景光，好了，快点，快点换掉，不干了，换掉。哎呀，琳达，琳达，你头后面那个是包水果的包装袋，有点像耶，一个苹果包。其实女神是个苹果，不是这样，那是什么？那个可能是包装袋，就是包装袋。不是，那个是当年嘛，就是大家都比较，就是服装都比较。各种对各种异域风情，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反正不是包装袋。我看的就像包装袋，前两天买了个甜瓜，你好烦啊，他就拿这个包的。那个是黄色的。下一位就这个颜色。倩倩，下一个，我都没看出来是我，到我了吧？我知道这个，这个太好了，我知道这个，我一看就知道了，红飞云姐妹啊，是给我的，就这么简单吗？谢谢。所以我是赢了吗？猜出来赢了吗？嗯，赢了。红妹，他是不是把人家牙给劈长了呀？想把妈咪换成胡萝卜。该我了吗？对，我肯定猜不出来。那不一定。来来好来。当，这是谁？这个我好像也知道是谁。哇，这手好漂亮。是你吗？不是。最近好像很多人都这黢黑的头发。这是。这个是，对，这个牛仔衣不错，我喜欢。反正这个头发，我觉得轮到谁猜了？就真一有，所以刚刚有人猜对吗？好像也有点高。真一有这种头发，我们啊，这个手指头是他的，我没摸过人家手指头的人，哎，真的，不给你们看，我猜是真一，真一，你看这手指一个人，哇，这个也真是，什么？什么？那是眼睛吗？快点！袁一奇啊？谁啊？哇！袁一奇啊！袁一奇，认错了！好大的眼睛啊！认错了！啊，我是这不怪我啊！我见了他就看头发都是五颜六色、七彩光环的。他什么时候染过这种黑头发啊？我都没见过。这个难度太大了。的时候。他这个眼睛一露，我以为是鬼照的。好了，你哦，到我了。这个我你们从哪里找的？是王一是哪个萌妹？这肯定是那个，是单眼皮不，这双眼皮多久以前？这是双眼皮。你看这上面有一条。哇，这个五米大的美瞳，我的天！猜不出来吗？就是直径有15米的美瞳。你们要看他那个手势，就是这种比较老土的手势。你们想啊，还做了美甲，这种老土的。我知道是谁啊？叫谁做美甲呀？这肯定不是现在的照片吧？对呀、啊，谁现在拍照这样？现在谁拍照？谁带15米大的美瞳？是我们队 对的吗？不一定。是我们队的，这么明显。这是啊，他还夸你来着呢。看嘛，啊，
好可爱。这是谁啊？天哪！什么？乌龟啊？谁输了？艾伦谁猜啊？乌龟啊！你要叫他姐姐了。不是，我们大家都输了，一会儿一块儿叫姐姐。哦，是吗？哦，都输了。对，就他一个，就他一个人赢了。你来了。啊，你到你了。太不猜完了吗？还有俩。这个。发卡吗？这是。这就是我自己吧？是王毅吧？王毅，你干嘛？你吓人啊！你拍这张照片。这是空台自己 P 的图，这是我自己。啊天哪！你在干什么，王毅？王毅！妈呀！这个青春疼痛文艺，你好性感哦。不是啊，这个是万圣节的时候拍，所以用这种滤镜。哇，那也没感觉哦。那所以你这个算猜对没猜对呢？当猜对了，我自己我能不认出来？哦，那好吧，下一位。也不能问自己叫姐姐。对啊。哇！就不用叫姐姐，那就算输了。啊、最后一个是谁？宋雨珊。宋雨珊，你哎，我想到一个办法。你做出个表情来。我知道那是谁，那是张学友。就是宋雨珊老师。宋雨珊，我想到一个办法，就是我们把帘子录。遮上，然后我们挑一个人露出他的一个五官，然后你猜这个人是谁。哦、好呀好呀，那我们那你要闭上眼睛，我你先转，你先闭上眼睛面对这边。藏好了吗？还没有，还没有。我总觉得好了吗？还没有。我总觉得，我总觉得他们会把我丢在这儿呢。你们选一个人，你们选一个人。露一个牙。你们选一个人。板牙。露眼睛吗？露。选一个人，就你吧。对，你他好明显。啊，对哦，他好明显。他真的好明显，他太明显了。鼻子，我看一下，快点吧。选个啊，他。不是他，他也很明显。要不就他吧。那我这个，把这个露出来。要不就他吧。哎，就他。行吧。可以。想好了，宋雨珊，你的感情在这里。这什么？这是额头。来，给你展示一下这个额头啊，是。刚刚图片也没有这么展示的啦。2000年以来难得一见的绝美额头。这不就露了一块皮肤给我看吗？我是什么医生吗？你给我多露一点好吗？我看一下，眉目之间，你看得出来他是谁吗？我这美瞳，林楠。噔！居然猜对了，太厉害了吧！你好白哦，在那里看。太厉害了，你那块皮肤真的白到发光。其实我觉得我这个刘海特别好认，因为我那天从那个上课晚上回来的时候，就昨天的事情，然后被人偷拍了在地铁上面。对，我看到二次刘海。因为我的刘海因为比较稀疏，然后它有时候就会变成这种两根的刘海，然后被人家偷拍以后，他配了一句很浪漫的话，他说这是谁哪个男孩的青春，但是他那个评论里面就说为什么他刘海是两根？下面就有那些沙雕网友回复说，这个是2020年的新流行刘海，叫做毒牙，被遮一下。对，你居然认出来，你是怎么认出来的？就看得出啊，你的光芒太闪耀了。但其实光看你那块额头的话，我还想说杨姐来着，因为杨姐太白了。杨姐不在我们这组呢。哦，我以为你们下去找别人了来着，我在台上等了好久。我把后台姐姐叫过来，把她耳麦露给你，把王毅的耳朵露出。那我们就请杨姐这组 MC 上台说 MC 吧。惩罚？什么？谢谢，辛苦了。谁赢？还记得吗？谁赢了？我赢了。我赢了。我也觉得我赢了。你哪里赢了？你都没猜出来。你也赢了。我赢了。我们三个赢了。叫姐姐。来，叫吧。叫我们吗？对，叫我们姐姐。啊。你们去叫他们啊，就是这样有什么开心的吗？这样就是没有什么，或者你们想要别人叫你们什么，对啊，就自己就是喜欢的称呼，对，说就不能叫照片上的人吗？
让他们别啊，多好的机会啊！谢卓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恶趣味啊？什么叫恶趣味？早就想好了。我说他不是有什么恶趣味？怎么叫恶趣味了？我没听到，我没听到。那你说，谢卓叫妈妈。他是不是有什么？真的？快点！这不是一点点恶趣味，你这么快就想约我这个孩了吗？没想到你这么快点啊！我一直很想要你做要深情的。天哪，这游戏连自尊都丢了！快点好不好？不要这么矫情。深情的，配个 BGM 来。嗯，感恩的心。妈妈好了。好了，行了，下一个，王毅你等着。啊，下一个，孙雨珊，你觉得？我没有想要的人啊，我天啊！你要了甜甜姐姐。哎，我还没说叫什么呢，不能规定。不行啊，不行，叫爸爸。这真的，哎呦！你们是一家子吗？快！我头都大了。真好，珊珊，王毅让我选你，你是不是也想选我来着？你给我来个来个挡枪。但是我不知道让他叫我什么。双拳了，叫奶奶。叫。王毅，我们一家齐了。那你不是我的王爷。王爷，你先叫一声。你们叫完，我要在这里拍一个全家福。来吧。哎，我就问一句，我当你们的后代有什么样的好处？就是我，你会被占便宜。什么？在辈分上你占便宜，啊、我们占便宜。叫什么？叫你什么？奶奶。什么？什么？他在占我便宜。快点来嘛！那叫爷爷行。爷爷也行啊。换一个吧，这个没意思。你看你出的难题给人家。那他输了嘛？得那个。对啊，你输了呀！在说相声吗？再换一个，真换一个。那你想，我不想。或者别的惩罚也行，不一定要叫。你想要我对你做什么都可以。那趣味是你吧，琪琪？为什么我们原来还可以这样操作的吗？对啊，我比较主动嘛。你那我亲你一口吧，行吗？啊、我亲你一口。要不要？可以。你是不是有恶趣味啊？就是怎么说呢？口红好明显啊！就是好了，行了，就是这个女的有点猛。我就是想要这样，你故意来刁难我，是不是？以后直说好吗？我愿意。好了，行吧。听一下下面的人怎么劲儿太大了，你知道吗？下次轻一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哇哦！等一下，我们先说明这个 MC 话题就是不代表个人立场。嗯，对，是那个我们只是辩手而已，不是偶像。我们从这刻开始不是偶像，对，是没有感情的辩手。对，好，然后我们先分组来带我们一圈。Okay, 黑白配，先出来的是业务能力还是人设？先出来的先选。先出来先定好吧。对，先出来人设怎么样？先出来人设 ，OK 好。黑白配，等会儿，黑白配，哎，这什么？你们俩，我们仨，哎呦，我还想变个业务能力呢。哎，等，什么业务能力啊？来吧，你们继续选哪个？多一个人哎，不选人，你们继续站出来的人。有一方会多一个。先决定你们选啥吗？他们选人设，人设了，黑白配。哎呀，我也是人设。好，小九来人设，来人设，一二三四，哎，可以了，就这样吧。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，我变业务能力不好，感觉我也不太好。哎，你们两位加油！其实我还想变人设，其实我想变。那你来，那你们交换啊？不了。OK， 那我们开始吧。行吧，就先坐下吧。你们先，就伸个伸张台吧。哎呦妈呀！别升了啊！那别升了，我不要当一辩，蒋欣上啊！我是正吗？
什么正没有正反业务能力和人设啊？首先这个偶像吧，我们就是正。为什么偶像怎么说呢？我们为什么要当偶像？而且你点开偶像的官网，他怎么说？唱歌跳舞，没有说提到人设，所以你进来你就要学唱歌跳舞。所以业务呢是公司也认可的，然后粉丝也认可的，的非常重要的一步。对，啊，有谁想反驳？喂，你看啊，你们不排队的，我们这边一二三四，这边我们的 free。 谁说公司首页没有人设的？兴趣爱好不是人设，然后兴趣爱好是人设吗？是吧？是人设。我的兴趣爱好是做粘土，这是我的人设吗？可是我的兴趣，我的兴趣爱好是减肥，这是我的人设吗？就说明你胖啊，胖就是。比比谁胖啊？我们要这么的残忍吗？没有啊，一开始就要这样吗？这残忍吗？你们可以接受残忍吗？啊，你们可以接受残忍。我们现在不是偶像哦，我拿谁？你们可以接受屠杀吗？屠杀我。那我还有什么？没有，你说完了就该他们反驳了。你们反驳吧。你们反驳。我们不是已经反驳过了吗？你说了什么来着？可以。那首先业务能力很好是很重要的，你要接一个通告吧，你出去吧，你人设好，你说嗨大家我是来搞人设的，然后就不唱歌跳舞在那里搞阵。好认真哦。然后呢你再看看业务能力多重要，你说我们 top 16哪个业务能力不好？什么什么这一点我就反驳了。有我按照不能按照这么片面的东西来说，如果人设不重要的话，那洪佩云为什么当 C 呢？等一下，你坐下，没允许你反驳。给他们一点发挥机会。洪佩云当 C 是因为他给马老师送了红包，不是因为他。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害羞，洪佩云天天就说：“哎呀妈，就天天跑到马老师旁边。”然后。前方 MC 超速，请您没有。然后我觉得，就我本人来说哈，我虽然骗这个话题很没有说服力，但是我这种人我都觉得我都觉得业务能力很重要。而且我说一句你们无法反驳的，人设也是业务能力之一。好了，我们包含于你们。那就是谁说这 MC 话题出来打架？你看他们认输了，出来挨打。那我们要不先规定的业务能力就是在唱歌跳舞之类。对啊，业务能力那是没办法跳的。说什么歌舞好还是人设好这样子嘛？就是对，就是歌舞好还是就意思就是歌舞有没有用嘛？对不对？好认真哦，真的是一个好残忍的话题哦。那我们就是要无脑的歌舞没有用是吗？对，没有用。好，我准备好。对，来，来说。郝俊逸，我刚刚说什么？长得好看是人设？不是，啊，长得好看郝俊逸、哦、是人设。郝俊逸，照照镜子，照照镜子。算了，不帮你了。我觉得现在，中国的娱乐市场可能这么大的吗？就有点夸张。十八，我们不说这么大，太高，太大太多了。就真人秀可能就比较更容易获得大家的喜欢嘛，然后在真人秀想象上，对于这些什么口才啊、什么人设啊，肯定会比歌舞那些更讨观众喜欢。然后我觉得杨超越挺火的。哎，现场那个网络赶紧中断一下，对，没有直播切掉，切掉，有点害怕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就是我们是说那个，我觉得就是跟我们一样，我们也是就是养成类的嘛。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好的、很棒的，对，慢慢的在进步的平台。对，好，非常好，对，好那个，对，没错。林书清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我觉得你一定很有立场，来吧。对。虽然我在这一组就有点没有底气。没有，你有。是吗？那个，我觉得吧，我们在这个团里面歌舞非常重要。比如说大家看我，你看
脸不好，跳舞脸不好，我就天天就被骂。然后人设的话就不会被骂。哎，等等。你傻一方面。所以为了不被骂，歌舞一定要好。对，然后，哦，对，你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不是官推吗？就是因为我歌舞能力不好。所以歌舞能力好还能当官推。你是官推，要不然你为什么来 H 队啊？哎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对啊，来来来，过来，要过来吗？坐这里来。算了，我不说话了。我要说话了。乌龟加油！我要反驳第一点是歌舞能力不好，当官推。我歌舞能力不好吗？我也不是官推啊。所以，好惨，难过这个辩题。我觉得，就是我觉得唱歌跳舞真的根本没有什么用，就是我自己觉得。哎呀，不要太注意一点，对我们不要引起误解，因为我们的观点就是这样的。对，就是不代表我们个人的，我们就是有趣的废物。对啊，就是没有趣的废物。就像一个人唱歌跳舞好。那你不懂得跟大家互动，不懂得给大家错觉的话，那你就像一个木头，就在那里像这样子木头。就像我，比如说我就是在跳舞，然后就努力唱超卖力，但我都不看粉丝，大家就所以就是只是唱歌跳舞好而已，就是不会业务能力很差的话，像我一样，所以就也挺那啥。好惨哦！不要对，所以唱歌跳舞等等不要自我攻击好吗？对对对，我们要攻击的是他们，不，我就是为了要证明论点。就是唱歌跳舞没用。好好好好好，挺感人。对，就是要哭了。哎，爽，走。我反对。如果你就是如果你当 C 的话，你的眼睛太亮了，你的眼睛不够亮。就是如果你歌舞不好的话，你在 C 位突然不会跳了，难道你要在 C 位跳？只要你乖，给你们跳干。哎不安静，不要你去猜。谁没有帽呢？我跟你讲，我以前 C 位。不是说已经塞红包才能当 C 位的吗？不是啦。对吧？他说不是。是我想塞，结果被拒绝了。等会儿听我讲啊！我以前当 C 位的时候，我什么人设？你什么人？四年前记不得了吧？我四年前。爸爸，对，我因为人设是爸爸，所以马老师才让我当 C 的。然后呢，我以前在 C 位不会跳舞的时候，我就 freestyle， 知道吗？就是所以歌舞不重要。所以你现在是 C 位吗？你为什么可以 freestyle？ 因为你有业务能力，所以你才可以继续 freestyle。而且你为什么是爸爸你才当 C 呢？你见过爸爸跳堂的吗？你爸爸跳堂啊、哦。可以啊，还是等一颗糖紧紧放在口中。对不起，我不讲话，我思考一下，你先讲。我有点打不过。不是，快来，你们谁？我打。来，来，周山，你给我站起来。我打不过你。你周山，他一开始出道的时候，他的人设就是一个有趣的废物。我是好看的，不是有趣的。就是一个。好看的废物，我说他刚出道四年前的时候，他现在虽然也没差多少，但是，我现在进步很多了，因为我知道业务能力很重要。你有没有看过张山参加那个什么星梦咖啡？不是那个星梦，那个星梦，不是星梦演播厅，他跳的那个舞吧，就堪称一绝。你根本就没有看，你自己也是靠那个歌舞的。我跟你讲，你要真的，我是靠歌舞的。所以，那不挺好吗？对呀，不是的，我不是靠歌舞的，我是靠口才的。是吧？你是靠口才的，是吧？可是呢，你靠口才，你的直播只有80鸡腿，怎么回事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到这儿。哎，你们比什么上啊？这是我业务能力差，还是你们业务能力差？你们为什么要鼓掌？为什么要鼓掌？我笑死了。说白了还是命。好了，你觉得这个话题很难说是吗？你都因为我觉得人设比较重要，就很难说。
问题啊，你是那个洪佩云，你说你是因为人设好，然后才得的官推，其实不是的。你刚进团，我不是官推，长得官推，长得好看，你是因为长得好看，然后你现在不是了，把你当成，还是的，还是的，让我们插住，长。哎，我的点就是说，你不是因为你的人设才是官推，是因为你的脸好看，而脸好看其实也是一种业务能力。如果你长得不好看的话，你会把自己努力去变美，努力变美就是。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。等等，快来吧，你们三个。我觉得业务人设真的很重要。我们在讲 MC， 其实就是人设的一种。那如果你们觉得人设不重要的话，请 shut up。那如果你觉得歌舞不重要的话，你就不要跳十六人了。所以我刚刚跳舞的时候就不要跳十六人了，请扣分。太搞笑了，太搞笑了。好了，这真的是一个没有什么，就是结果的话，其实我觉得都挺重要。对，我也觉得。但是人设更重要一点。那歌舞也很重要了。我就打个比方，我们五期生吧。等会儿啊，我此次观点不代表个人观点。我们当时知道五审的时候，我觉得没有人跳得好的。我也这样觉得。你知道我歌审的时候，我初试我就是唱了一个黑就被盯掉了，就那我也进来了。哎，其实吧，那个什么人设啊，什么歌舞都不重要，看粉丝会不会吹吧，对吧？这是最重要的。对，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好，就这样，也没有输赢啦，因为都挺重要。对，我们要总结一下，就是很，就是说你们要好好练舞，你们要好好搞人设。还有会努力的，林书清，好好搞人设。对，还有粉丝的业务能力也是要大家一起进步的。对，好，对，大家共同进步嘛，我们既然是养成类的团体，好吧 ？OK 吧，来吧，好，耶。经历破碎的大地，蔓延遍地的荆棘，最重要的东西，它到底在哪里？原来我们也都一样的爱。
Thank you.
接下来请欣赏最后一首歌 Honor。Thank you.
接下来还有投票和击掌环节，希望大家听从工作人员指示，依次和我们击掌。